闪电，你先吃吧。哇！谎言往往带来代价，但起初撒谎时的我并不知道，今天甚至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要为那个谎言而买单。这啥情况呀？你们这衣服够可爱的。输了，全输了，彻底输了。我说你干嘛戴个眼罩啊？真肿了。那你戴眼罩很好看的嘛，你戴墨镜也行啊。言语，都是言语的错，他就不该撞你，他要不撞你，你就不会输。气死我了！算了算了，他都陪我来了。而且不要被他听见了。你们在聊什么？这锅不错。我们这个联谊是斥巨资的，我们这个就是烤锅，比那个烤炉还那个。卫生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哎。烤的怎么样了？熟了，熟了。试一下吧。闪电，你先吃吧。好吃吗？这家伙演的也太到位了吧！你俩真当我不存在呢？行行行，那都给他。消失了啊！哎，没想到颜玉这么体贴人啊！我看他们俩还挺合适的。你只是想报复吧？你干什么？你什么性格我了解。言语就是你拿来气我的幌子，对不对？凌睿，你别这样。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我就是不相信你这么快就喜欢上别人了。我现在要喜欢谁，都已经跟你没有关系了。